走一步算一步，就我宁可在就是寻找爱情的路上碰到渣男或者是失败。我应该是一个不会想要办婚礼的人，婚礼对我来讲是有一点不切实际的东西，我觉得好像两个人的生活比较重要。其实我二十几岁谈恋爱就很想定下来，却就是一直没有遇到缘分在这个。可是我明天要。脚的